Hello，大家好，我嚟到机场啦，终于嚟到机场啦。我提前咗4个钟嚟到机场，一登机口人好少，跟住飞机系未到达嘅。讲一下头先嘅情况啦，头先过嗰个卫生检疫嗰一关咧，好多人。可能系因为对呢个疫情，而家实时嘅疫情去到4000几，即系感染嘅人数到4000几，都系几犀利嘅。所以嗰个海关嘅卫生检疫做得好严格，佢嗰度咧要求我哋提前填嗰个健康申报表，跟住个健康申报表，我是应该说普通话，糟糕，母语出来了。然后我在那个微信上面填了，然后我刚刚过关的时候，我一直找不到，就是我找不到是哪里有一个二维码，我看到所有拿着手机的人都有一个二维码，然后我有一点紧张嘛，我就在手机上又把那个表填了两次。然后后来排队排很长的队，终于轮到我了。然后我还是没有找到那个二维码。然后那工作人员就跟我说："哎，你点这里有一个健康记录。"然后我就顺利找到了我之前就是填过的有一个二维码。然后他很搞笑，他就是需要过那个卫生检疫关的时候要抬头看着镜头，然后双手举起来，其中一只手拿着那个手机，然后开着那个二维码。就是一直要看着镜头走过去，是不用脱口罩的。我觉得还是蛮方便的。如果熟悉这个用微信来填健康申报表的流程的人，他的速度是很快的。现场也有那种纸质的卫生申报的小卡可以填，就是在现场填，可能速度就会慢一点。对于赶飞机比较赶的乘客，他可能就比较花时间吧。然后前面第一关过那个海关的时候是要过 X 光机的嘛，因为我的摄影器材比较多，那里我耽误的时间是比较多。如果有朋友最近是要搭飞机的话，国际的航线最好就是提前4个小时去那边，而且还要算上那个托运也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嘛，托运行李那边。因为我这次来的比较早，所以我排队就排得很快而已，应该5分钟不到就搞定了那个行李托运。我室友跟我一起，但是他比我晚了1个小时多来吧，时间应该是按平时一样，是提前3个小时。听他说那边托运那边就非常多人。这一关算是顺利通过了，那上飞机的时候再给大家拍一些片段吧。我同学跟我说，在飞机上口罩一秒都不要打开，然后我就在想，我喝水、吃饭的时候要怎么办？不过我觉得戴了口罩还是有点好处的，就是像我这种有一点社恐的小同志，在公共场合要拍视频的话，有了口罩就自然了很多，就没有那么恐惧了。耶，戴上了个口罩。即系真定假？基本上成个飞机上面嘅人都戴咗口罩，包括空姐姐姐。终于又回来了，先通一下风。刚刚是吹开的，本来都覆盖住的。Hello，大家好，又回到我这个新加坡的小房间了。我这次回国呢，就带了一个这种支架回来，还有送了一个鼠标垫，虽然有一点丑。然后我以后电脑就可以在我的视觉平面上面，就不用老是低着脖子这么辛苦了。
今天是我居家隔离的第一天，昨天呢我就刚刚到达新加坡，然后这几天就了解到学校要求我们就不能上课，要14天自己在家观察，每天观察体温啊，有没有不舒服啊，就害怕我们会染上那个肺炎。我住的地方是加上我是四个人一起住的，然后有一个学妹呢过年之前就回来了，所以她很早回来开学，所以她是正常上学的，然后我们三个呢就需要自己在家隔离14天了，所以我是自己一个房间，有两位同学，那两位同学呢他们是两个人一个房间，我们出到那个公共的区域都是戴口罩的就是虽然我们没有症状，目前来说没有人感冒啊发烧什么的咳嗽，但是为了大家的安全，我们还是在公共的区域我们还是会戴口罩的。不过我的同学跟我说，就是在这种密闭空间，相对密闭的空间里面千万不要摘口罩，可是我还是摘了，因为在飞机上我吃了飞机餐，吃饭的时候我就把口罩给摘了。樟宜机场的口罩戴口罩的人也不是很多，大概30%左右吧，大部分都是亚洲人戴口罩，但是在新加坡这边路面上面戴口罩的人可能只有10%不到吧。然后我去了屈臣氏还有 Guardian 的地方，就是那种应该会有口罩卖的地方都买不到口罩，那也有我看到网上也有人说是因为买不到口罩所以没有戴口罩。希望政府可以尽快出手打击那种囤积居奇的手段，尽快的让大家都可以买到口罩吧。昨天吃完饭的时候在商场那个 Utility 卖药的连锁店那里看到有口罩卖，它是限购2.3新币10个那种医用的外科口罩。昨晚虽然商场快要关门了，可是还是有很多人去排队买那个口罩，它限购每人买10个，我跟我室友每个人就买了10个。给大家看一下是这样的，是普通的医用外科口罩，它卖的还算很良心，2.30块，然后挺厚实的，三层，我觉得它真的完全符合标准，不是那种坑坑骗骗的，还是好像这样跟大家讲话会比较安全一点。我在我朋友圈也看到有这种现象，就是有一些不法的商家他卖一些很薄的口罩，那种口罩呢好像只有一层，然后非常的薄，可以看到嘴巴，卖给那种中年人老年人，就是对口罩的认识没有那么深刻的人就会上当受骗，好像我外公也买到了一包10个的。特别是家人吧，在买口罩的时候要让他们小心一点，就是现在官方是说只有这一种医用的外科口罩还有 N95 是真正有用的，就是真正可以防飞沫防那个病毒。那一般 N95 的口罩呢是多数都是给医护人员用，那普通的市民就可以买这种医用的外科口罩。希望疫情早点结束吧，大家都可以不用戴口罩上街。